没有，就是你现在滚出好几颗豆子，哇，你们到底是谁呀、啊？我们是常带豆，我们在睡午觉，你们不要乱拉、啊、拉呀！常带豆大哥生气的说：“哇，这是你们的床吗？”花生和毛豆问：“好酷啊，怎么这么长呢？”青豆兄弟、荷兰兄弟也好惊讶，不过还是比不上我的张床。小蚕豆说：“小蚕豆，怎么样？你看我这张松松软软的床，又大又棒吧？”常菜豆大哥一听，不甘示弱说：“比我们家的床短多了，短多了。”这下子可惹恼了小蚕豆兄弟他们就叉着腰说：“小蚕豆的床很好睡哦，可以当雪橇，可以变小船，很厉害的，是吗？我们的那家的床也可以变成很多东西啊，那我们就比一比，看哪一边的床比较厉害吧。”比一比，看哪一边的床比较厉害吧。豆子们就一起来到小山丘上，第一个滑到下面的就赢了，预备，出发！小蚕豆和他的朋友们一股脑的跳上蚕豆床，咻，穿过风，全速前进。你要不要一起念？我们的床最厉害，变成雪橇滑下来。小蚕豆和他们的朋友真的好快好快。要这样子。小蚕豆兄弟这时候却慢条斯理的，怎么样？把他们的床卷起来 ，OK， 不要管。然后呢，一边说着：“哎呀，没两下就能把你们追过去了。”才刚说完，就啪一声把手松开，结果怎么样？那张床立刻变成了什么？滑梯。强在就兄弟们的咻一下子从上面滑到下面了，哈哈哈，我们赢了！强在就大哥大笑着说：“小蚕豆汉的朋友真是不敢相信，怎么那么快呀？”好吧，那我们就是到水池里比赛，先到对岸的就出发了，预备，出发！冲到哪里去啊？小蚕豆和他朋友把床当船来划，全速前进。我们的床超级棒，变成小船划呀划。大哥，我们出发的太慢了啦！还让最小的小弟抱怨着。小蚕豆大哥回答什么？别担心，没什么好怕的。小蚕豆和他的朋友卖力的向前滑，一下超越他们。哇，怎么快成这样子？到底是谁掉下去了？头顶在那里。哇，不疼。有人溺水了！刚刚豆子们的努力的滑。赶快去救这个溺水的是哪一个豆豆？是谁？小弟。常菜豆小弟掉进水池里了。好，来，快点抓住这个！青豆兄弟急忙把手边的船桨伸出去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常菜豆小弟就被救上岸了。大哥，我好冷哦！结果他们就怎么样？全身那个小弟全身抖个不停，小菜豆大哥就拼命的帮他取暖。看见这一幕，小蚕豆说：“用我的床吧。”他是不是很善良，很想要帮助他们，对不对？小蚕豆让小菜豆小弟睡在他这张床上，不会有事的。只要呢睡在我这张松松软软的床上，一定很快就好起来的。所有的豆子啊，都围着小菜豆小弟，一刻也不敢离开。结果天亮了，天亮了以后呢，小菜豆小弟一张开眼睛，大哥就担心问他：“你还好吗？”结果小菜豆小弟怎么样？就伸懒腰说：“怎么伸懒腰？好的不得了呀！”小蚕豆的床松松软软的，好温暖，实在是太舒服了，对不对？小蚕豆大哥一听，就转身对小蚕豆说：“小蚕豆，谢谢你，幸好有你这张床，连我都想要。”小蚕豆和他的朋友们交代小蚕豆兄弟们呢，说那张松松软的，等一下，你看呐、的床上所有豆子都呼呼大睡，不知道大家都做了什么美梦啊，是不是？好不好听？好听好听啊！